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竹石螳螂。先把山石来画好，皴擦点染有明暗。白刷画出粗竹杆，再用小笔画小杆，浓淡粗细有变化，点上竹节显丰满，几根竹杆既平行，小枝出在竹节上，竹叶画法像写字，人界分个有虫人，行笔实按要虚起，粗细宽窄要适中。螳螂爬在竹干上，先画头眼和脖颈，一笔十摁画翅膀，接着再把肚子画。画上前爪和后爪。翅上花纹深绿染，画上须子就画完。画完螳螂染山石，明染赭石暗花青，这张画作就完成。喜欢点赞加点评。